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，一起看看香港超市的价格吧。澳洲羊排44元一百克，加拿大猪排和五花肉都是28元一百克。超市的生意呢，没有外面菜市场的街头生意好。哦，70多，这是哪里出的？澳洲。美国牛排85元一百克，澳洲牛排99元一百克。我怎么吃了煎呀、啊？刚才吃完豆腐。这份日本牛眼排421.9元，韩国牛眼160元一百克，日本牛排199元一百克。吃火锅，美国牛小排切片75元一百克，澳洲牛排119元一份，瘦肉11.8元一百克，这一份呢39.6元。韩国猪肉也呢，38元一百克啊。这边超市卖的都是以进口食品为主的，都是按100克计算的。牛排212.5一份，欧洲食品鳗鱼100元两包。挪威三文鱼柳32元一百克一份，差不多60元。